借口。是的，这把可以探月黑切，不过法袍已经削过了，那套不厉害了，不要出法袍了。中单绿人的话，像我这个长剑150出门，确实可以第一剑直接出那个探月。哇，这小炮怎么死的？对面 AD 满血啊！我操！感觉还是该带点火的，其实他这里这个血线我有点火就到达线了，沙斯来了，看能不能搞一下。我操，直接交闪。可以搞。发条没闪，我操，末日来了。有点不是很好过呀，你很会打吗？啊，你会打有个屁用，但是我炮 solo 了。哎，我六级等会有你好果子吃，你在这边打我。找不到借口，可以，他没意了。叮，没闪了，老弟，你咋跑呢？没闪你咋跑呢 ？Hello， 我单吃了呀！哈哈，疾跑一开，我是蛮狗，我是诺手狗。搁那干啥呢？哎呦，这末日这么牛逼啊！啊，老弟，OK， 啊？他怎么还有大？看看他的塔下回声波。呜，人来喽！哎，补个炮车。这就是探月的伤害，这装备攻击力高，直接补炮车了，好爽，简直死透了。末日这都要交个大招，来看一下能不能搞死他。看他这波线推不推，可以的，有了，还用E推线，W， 可以，
还是可以越，他没有大招。哎，你他妈跑啊！行，他又闪现，末日来了。我 Q 怎么断了？啊！完了，兄弟们出问题了。 这么恐怖吗？妈的，你一个 AD 在这边看什么啊？啊！我擦！ 你在这边看牛魔酬宾呢，啊？想我帮你当炮车补是吧？真的假的？剑姬去偷家了，这不我把这个末日管住。水晶复活了呀！水晶复活了！这剑姬。 大水晶，他就差一下，就差一下，然后这个小水晶复活了，我看到了。可以，兄弟，烫死了！这鳄鱼怎么这么能打呀？ 杀人啊！末日，沙末日一波，在草里，在草里。哎，你跑啊！你跑！ 跑得掉吗你？你这 Joker 啊！回来赶紧走，一换一，红包回来。OK， 就是现在，然后开起来，直接瞬秒，直接开杀 ，OK， 就是玩死你们，并且运营死你们，懂不懂什么叫韩式运营啊？跟老子玩 ，OK， 哎，有点累了，大伙，今天播了10个小时。